哎，小志，哎，阿李总啊，敢卖 MV 啊？卖 MV 啊？敢不敢叫你用卖？用卖啊！我买一台，不过只要看卖哦。啊，阿呆，撤下，撤下！哎，敢不敢叫我妈的后置不用台语歌？我跟你讲，要意境一点，有 sense 的，是不是啊？用出干我，已经斩断阮的铁路。这样有 sense 吗？你说嘛啦？我买一台车啊，要来看卖哦。车啦，不过是啊，几年？能够为证诶？看几年够为未啊？四五十万，现在个出出来都好啊。无咧，不止诶。看不止，看不止诶。是偌水，我来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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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陽光復職。啊，这有啥物好看？哎，今日无大包的啊，这78万八啊。对对，78万八。你看一下啊，看嘛呀一个，这跟新车都同款啊。全车都三三哦，有加装盲点，盲点，哎，有到盲点。以前你看电动升级啊，变米其林嘞。好啊，都加装那个行车记录器，前后的行车记录器。哦，伊这练本来韩国练哦。对，啊，伊都嫌伤差啊，伊就随开落。但真有差吗？伊加加好80几万啊，八十几万嘛，十几万啊，敢无？十几万了。啊，这拍开着新车的魅力，你要看一下哦。盲点，你也在用新车的标准给他看一下。盲点呀、啊，盲点。啊，那这盲点都拉上盲点去。我哎妈，无俗咧。那大家买车都没来话给，哈、啊，60万的车为30万开始讲，他、啊、这样拉两次呀？对，拉两次。伊这设计都甲面有共款的无？加足够级的哈。哇，啊面背面背很假很假面背啊。哦，面背啊。面背啊，嘿，你有两个就面背啊。你看这内行，你看这新车啊。这嘛免看，我帮你看好啊啦，啊，这就较真正了，真正了。你看好啊，免看啊，免看啊。重点啦，重点是买偌济啦。啊，你感觉偌济？我感觉这就是你看新车78万嘛，你加遐配备，人客来嘛袂甲咱加钱啊，伊嘛是认为这78万够会使俗几万，好，你算差75万好啊啦。啊，咱卖讲你买偌济啦，我感觉这个车你若无卖只60万，啊，新车75差15万，人爱买，干我买新的就好，差15万，15万敢无？无。有的人可能无，15万不是讲提出来啊？哦，你讲一个月赚5万，三个月就有，但是你要欠15万，只几个月嘞？重点是一个月够赚赚5万。我知你讲，赚5万你嘛不用总欠嘅。我一个月赚5万就济。对对，重点无嘞，我超过60万嘞。你买都超过60吧？超过啊！你买偌济？62万啊！62万啊！我若要赚一成，卖68万，啊新车78万八。差10万，啊，搁俗几万啊，差不到10万呢。还是你是安生家要留下噻？再看新田的 Focus， 刚刚买袂歹啊，你看，收起嘛足水的，你看。野马嘛是做安尼啊，拢差不多，野马做安尼就大了吧？这外口啊，你讲，哎，红的晶片钥匙有 V 零的，有就差不多。等下我换一栋安尼。哎，啊，照加着呢，来观察啦，车库也可以小我用着。你用走几公里？3000。照3000就加着啊！哎，啊，你看这个四只棒呢，棒无算吧？啊，棒未使算啊！系啊！哎，这出个代志耶，弄四只棒啊车嘞！老板这是事故车，自杀！哈，这个无算，这无算。老板这是事故车，你老的你造成嘛，可能告死蚂蚁、蚂蚁、动物。哎呀，那种可能，这无算，这无算。好啦，啊是讲吼，无安尼啦，万八赛过这个车吼，买转来试赛看蛮好赛无？听讲是袂歹赛，你要赛看卖？好啊，赛看卖啊，这样，赛一年。这几年了，好，你去这几年了。哎、欸，这有张卡，我扣的又有卡。我等下去看里面有多少钱。我刚刚以为这里为什么显示零，有没有？嗯，就是 USB 双恒温。哇、哦，那连杯架都会发光呢，哈、哦。哦，方向盘换挡，现在大家都网络上大家都很流行这个，哎，这知识。然后它这个是用转的。哎、欸，简单绕一圈呐、啊！新车车评每天对不对？人家那么专业，大家都在试了，我们妈随便绕一圈好了，我们也不用专门做一集特别的，那不专业，随便开一开啊。啊，这样怎样？哦，我已经转到低了，没有排档，感觉好像没有做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自动熄火，把它关掉。哦，哎呦，嗯，轻盈呢，蛮猛的呢，好像是八速手自排，180匹是不是？182匹，这是 EcoBoost 油涡轮的、啊。就觉得我福特真的是现在新来的 CEO 应该很厉害，他把他最鸟的东西改掉了，就是变速箱。哇，这变速箱开起来有够顺的，顺到不行。这匹买60万要卖给鬼哦，敢卖多公日币哦？你买不起啊，你50万就想一下，想半天了，30万就想半天了，妈这60几万呢？那师妈妈接待你又不要，九出十三归，你知不知道？花柳城你认不认识？花柳城我好朋友啊，花柳城演过三叔，三叔哇。
哎、欸，油还半桶呢，然后今天开车回家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看见我已经80了，就进来吧。难怪这个车会卖到缺货，我跟你讲，天下无敌啊！这种配备，这种价钱，这种底盘，这种空间，是说这台配备比较差啦，没有什么跟车。可是、喔、我觉得哈、喔，国产车啊，一台车要卖到九十几万、近百万，我觉得我买不下去。我们港湖女神最近对不对？官员自己都开进口车，最近拿去补贴国产车，国产车现在一台卖80-90万，你们搞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什么下放 Polpilot 360，大家就高潮哦，好棒，好佛、哦，50万的东西，然后他妈先卖个70-80万，然后再送你个配备，你爽的要死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 M 体质的才这样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你就要给我了啊，一开始你就要卖我便宜了啊！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样嘛，不爽不要买。胡须章涨价，你在那边干开价，在那边靠背，那、啊、你不会不要吃啊、哦？市场机制不是这样吗？你都不要吃，它就自然就降价了嘛，它受不了了嘛。啊，你口嫌体正直啊，边靠腰啊边吃啊，说实在，店是他的，他一碗卤肉饭要卖300块又怎样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对啊，你就不要去吃。哎呀，就不要吃就好了。巷口一碗20块，吃很开心啊。我家楼下巷口那个肉霸崩情况，你的口哇。吃好爽，还可以加一个卤蛋。今天要够你的口有啊，我住天龙国的外围的外围，安坑，妈还山上半山腰。我们那边物价很便宜耶，我们那边猪都自己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定也很多人说这台车很贵，跟我的想法一样。新车才多少钱？对不对？你要卖我多少钱？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回馈在市场机制上面，店要生存。啊，我们卖多少钱？啊，你如果真的觉得太贵，你不要买。啊，放3个月卖不出去，我自然就降价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是觉得这样子啦。啊，可是站在我们要营运的前提之下，我们还是得算一下利润跟我们贩卖台数的关系。所以我现在讲一个事情，如果说你看我一个月我可以卖50台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卖便宜一点？我利润可以不要抓那么高。可是我一个月如果只卖5台10台，那我利润是不是要抓高一点？要不然我店没有办法营运嘛。所以大家都来找我们买就对了，因为我卖的越多，我利润就可以抓越低嘛，就车就越便宜。对啊，车就越便宜嘛，很合理啊。我卖不好，一个月卖3台完了，要雇这么多的员工，那一台至少都要赚30万以上，是这样讲有道理哈、哦？这是市场机制，市场反应。泰山，你这样做起来，你不会想买吗？欸、有一点。干这又稳，然后开起来又轻松，加速又凌厉，又没有什么顿挫，空间又大，有没有闻到那个新车味？啊、哦，越闻懒觉越小，有没有？说话机啊，啊、哦、哇一 Q 一 Q， 哇看那等下，你要那么多空间可以说，啊、对不对、啊？要往那个后尾椎那边拿一根针，这样刺进去，咚、对，哎呀，干差点没打到，有没有？经典，哎、欸，不错啦。这个方向盘握感哦，这个粗度有没有？虽然是比我的细一点啦，但是这个粗度握起来还不错，而且它这个皮革哦，里面做的这个反馈啊，还蛮软的。有些做很硬哦，有些太涩，凶下，对啊，有些太滑，这个握感还不错。虽然它这个不如我们那个155的变形虫来的夸张，可是至少这里有做一个让你大拇指可以指滑的地方，就还不错。不过、哦、我觉得它这个比前一代哦，抑制掉很多引擎的震动。虽然还是有啦，可是我们不能用，真的不能用那种 V6 啊，吼，还是那种高级车的眼光来看。毕竟你以进口车的价钱，国产车的水准来看，算不错。它抑制震动抑制的不错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底盘是真的做的还不错啦。虽然这个应该不是多连杆的哈，这不是，还不出来啦。我们又不是在赛道生活的男人。哎、欸，我想方向盘怎么变重，因为它熄火了。我刚不是把它关掉了吗？啊，这是 Auto Hold 啦。Auto Hold 是刹车啦，所以自动停车熄火我没有关呢。是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自动停车，这个是 Auto Hold 啦，就是它会停车会帮你刹车。我刹车我现在刹车放掉，它就不动了，所以我现在脚可以休息，好像哦，放向就放向卡，好不好？放向就放向卡，哎，这是 Auto Hold， 这还不错。现在绿灯油门补一下，它就解除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爽啊不？干嘛散架人啊？他开05 Focus 的男人，你要不好好新车开啊！我一直给你鼓吹，跟我的师妈妈借贷，9出13归，你还想怎样？9出13归呢？好，你跟我借10万，你实拿9万，但是要还13万。哎、欸，9出13归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再做一次解释给大家知道，9出13归意思。正常人真的借得下去吗？刘德华不是跟花柳城借的吗？我人是刘德华。
然后刘德华怎样，我也是南港戏子黑人哥，港湖黑人哥。哎，不错啦，这个新车啊，没什么好试的。很多人哦都会说，哎，小四你要不要试一下什么车，试一下什么车啊，都那种很新的车。我说啊，你去那个 YouTube 有没有搜寻一下，一大堆专业的车评都试过，人家那个讲的那么详细。但是哦，我觉得这个车也难怪它卖得好啦。我说实在话，虽然目前呐，因为车子还很新嘛，1920年的，还不知道说它后续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。这电子手刹车这样按下去，有没有收起来？对啊，这边有个皮红色，有没有？这个每一家设定不一样，有的是拉嘛，啊，宾士的拉是解开。哦，所以不太一样。这个用转的，我实在是要习惯一下。这个会不会你马子爬过来的时候打到档，他妈车就走了？我还是习惯有一根东西握着啊，这样是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坏习惯？习惯拿起来啃，那才奇怪。那就要问别人。知道。基本上，我觉得整个感觉起来应该要基本要有的一些配备有。其实配备有没有什么跟车啊，上面无为我那个就见仁见智。然后我是觉得不太喜欢太多那种尖端科技电子配备，反正我用不到。啊，起来坏嘞，啊晒嘞，啊打档晒了，给啊告诉熄火锁门就走了。哦，啊过程中我也都习惯自己开啊。我们是一个不习惯把自己生命交给别人的男人，所以你们发现我就算跟泰山出门，我也自己开车，因为我不想把我的生命交给泰山，别人开我就是睡不着。所以你知道我老婆要去考驾照，我就说你不用考，因为你考了我也不敢坐你的车，不习惯把生命交给别人。我被戏被弄戏，我马上给你弄戏，哎，无怨无悔。对，好、哦，生命活着不要遗憾，要不然你死人想干，早知道不要坐泰山的车。那时候我坚持我自己开就好了。哎，怎么没看到泰山啊？原来他去地狱了。干，我在天堂。那在，蛮好，20层的，第20层的房子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先投资了，对啊，以后要去住。好啦，反正哦，整个我觉得我啦，我是不需要那么多配备啦。啊，可是这个价钱，这个价差哦。卖不卖得出去就看啊、哦，现在搞不好我们上片的时候已经卖掉了啊。到时候再讲一下卖多少钱？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卖个60-68万吧，我干嘛选好小了？它虽然78.8万加一些配备80出头，真的我觉得新车还可以再便宜一个3-4万，应该跑不掉。我自己觉得，我没有去问呐、啊。那你大概78万左右你买到，我觉得你至少要给人家差个10万以上。所以我觉得我预计我们应该会卖在67.8万，不要说赚到一成，要到68、69。我干嘛69跟新车差不到10万，谁要买？我自己都不想买的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就是你觉得这个10万块10多万对你来讲有帮助，你就买。哦啊，你如果觉得啊，干、哦、差那10万去买新的，那你去买新的 ，OK， 没问题，恭喜你。啊，市场反映需求，有人买才有市场，没有人买那就降价。那、啊、今天的这个你要估多少？柯P片，柯P乱花钱片，看他柯P又乱花钱，他每次都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乱花钱。我咧翕 MV 的时阵，一集60几万咧开出去，上色上色，讲诶我买好啊，他买不出去，那叫柯P留，要不然就叫他妈双龙泰山买，好不好？大家会搞色啊，我给你。好，我就慢慢加，慢慢洗脑，慢慢洗脑。好啦，那这一集你要卖多少的柯P片啊？那就到这里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鼓励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看的影片。拜拜。一起出来拍个片子，感觉人家那么红，欸、我们又是选区，我们又是伯恩，我们是伯奇而已，干啊，人是伯恩，你是伯奇，他妈差那么多。